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社区好新闻，我是罗少君。接下来透过镜头带您一块来关心街头巷弄的温馨大小事。为了把口罩留给有需要的人，也体谅有些长辈或行动不便的人士无法排队买口罩，左营区祥和里里长刘德文就把里内库存的口罩拿出来提供给里民，只要里民有常去医院的需求，里长就会提供，但数量有限，还是在需要的时候使用。从里办公室拿出要送给李明的口罩，有李明就推着坐着轮椅的长辈，或者拿着药袋要向里长拿口罩，因为外面要买也买不到。来，你口罩啊！哎，坐呗。现在外面的我们家里完全一个口罩都没有，都不敢出去。那漂白水也买不到，口罩也买不到。因为我们大家都去排队哈，排的也蛮辛苦的啊，还不一定可以买得到。一个夹链袋里有两个口罩，数一数，一共有600片口罩。因为大家都急着要买口罩，里长只好先把要给打扫志工带的库存口罩拿出来应急。我当时我就买了10盒口罩是要备用给这些志工妈妈，平常就是我们每天都有在整理环境是要让他们做一些防护用的。要向里长拿免费的口罩也不是来就给，里长希望能够把口罩留给最需要的人，只要李明最近要去医院又不方便排队买口罩的，都可以向里长来拿口罩。就像我们这早上看到几个长者推个轮椅过来的时候，他们都急着要回诊要回诊，但是没有口罩所以我们就只能赶快的能够提供他们，赶快让他们去就医，这样他们这些老人家心里就会比较不会说一直在担心说药没了怎么办，那最起码可以让他们有口罩去医院。拿到免费口罩的李明都好高兴，到医院或者外出时就不怕被感染。大家都是为了我们的健康，所以他这样做是对的。里长为我们里民就是做到一些力所能及的，让我们安心到外面走路也可以，安心到医院里面也可以，就是有口罩戴了。然后我们里长真的很有心他就发给我们里民口罩，谢谢他。原本随处都可以买到的口罩变成抢手货，原本就有一些库存的口罩，里长愿意拿出来应急，让常进出医院的里民能有多一层的保护，获得里民的赞赏。谢谢里长送我们口罩，赞啊！谢谢，不客气。记者张世明、赖昌邦，高雄报道。武汉肺炎疫情影响，为了避免群聚感染，许多活动是因此延期或停办。不过楠梓区加昌里社区关怀据点活动课程依旧在年后如期举行。里长说明，只要在通风环境良好的地方，就不必太过恐慌。志工也会帮前来的长辈喷酒精、量额温，活动时也戴上口罩，强调多运动也能提升免疫力，抵抗病毒。长辈们排队等着喷酒精、量额温，准备上课活动筋骨。面对武汉肺炎疫情，楠梓加昌社区活动据点没有因而延后开课，依旧在年后如期举行。不过该做的防疫工作可是做到滴水不漏。又有一些专家是想说，空旷的地方或者是比较OK 的通风的地方就不用那么可怕，也不用戴口罩。那我想说我们长辈都持续性的一个活动，你假如说让他停掉了一段时间，可能大家会慵懒，或者是对他的状况，可能健康状况可能也是不太好。为了不让长期累积的运动习惯被疫情打乱步调，参与课程的长辈就算戴着口罩，也要跟着老师用弹力带伸展拉筋，因为运动对他们带来的好处已经超乎想象。脚本来是不能走路嘞，一百都要做的呢，做运动啊，现在可以站了。要是年假放了几天，他们就说：“哎呦，真的不出来做那个筋骨都好像绷紧一样。”嘿，所以他们习惯了每个礼拜四都会来这边做。里长也认为，多运动才能增强抵抗力，对抗病毒入侵。特别是来到据点活动，多了志工学员的关心，比闷在家里快乐得多。说真的，随着年龄可能会每况愈下，但是我们这边的长辈不一样他们越做身体越好，所以几乎常年的话，他们都很喜欢来，而且也很少有一些病痛，很少有一些病痛所以我们就想说，让他们持续来做这样一个运动
可以提升免疫系统，而且让他们心境快乐。里长说明，只要出现身体不适，或有发烧、喉咙痛等症状，里民就会自主在家隔离，避免到社区据点活动群聚感染，保护自己也顾虑其他人的健康安全。记者李嘉龙、罗少君高雄报道。一位台湾族的年轻人安东尼，因为很喜欢彩绘创作，七年前毅然决定辞掉台北的工作，来到高雄发展。刚开始画图创业，到现在能够经营工作室，把部落的色彩和艺术透过服饰和配件混搭成具有时尚性的商品，不但大受年轻族群欢迎，也透过商品说故事，将原乡部落文化发扬光大。来自台东排湾族的部落青年安东尼，在高雄市玉竹商圈经营服饰店，自创的品牌融入传统原乡图腾文化元素，让店里的陈设和商品都充满浓浓的部落风情。从耳环、皮带、布包配件到外套、上衣、服饰，应有尽有。唯一不割爱的作品就是这幅镇店之宝——奶奶的画像，也是他以原住民部落元素创作的精神来源。因为我的奶奶从来都很不太穿传统服饰。但有一天就是因为家庭聚会，然后所有的亲人都回到老家，然后他就很开心的、很主动的自己穿了这一幅，就整身的一个传统服饰，然后就把它给罩了起来、留了起来，然后画了这幅画去参加比赛。选择在三十而立的那一年告别台北，来到高雄创业。刚开始没有任何头绪，差一点赔掉他所有的积蓄。还好凭借着对创作的一份坚持和信心，安东尼决定将工作室移转到市中心的商圈，慢慢蹲点，累积能量，从创作中找到市场方向。现在终于成为商圈里颇具代表性的服饰店，也将更多的部落文化透过商品发扬光大。阿美族的图腾就是八角星。那在去年的那个阿美斯音乐节，因为的原因，然后帮他们设计了这个系列的图案，对，然后也是用自己的一个方式跟喜欢的一个感觉去设计他们的这个图腾，对对，他们比较代表性的东西，所以我觉得除了阿美族以外，我觉得很多族都可以这样去玩。将部落长辈穿戴在身上的配件转化成潮梯的图案，手工绘图绝不撞衫的独特性更深深吸引一票死忠的顾客。他们喜欢听店长的创业故事，也对这位勇敢逐梦的部落青年大为欣赏。下次来到高雄逛街，别忘了到商圈找这位有故事的部落青年，一起进入他的手绘创作世界，品味充满时尚的都会原乡风情。记者李正道、黄兰君高雄报道。传统老市场逐渐没落，还是有不少长辈习惯到熟悉的地方采买。坐落在前镇区竹内里传统早晨菜市场，在地超过一甲子，过去鼎盛时期有高达五六十间摊贩，如今走过繁华一二十间的老摊贩依旧坚守岗位。里长苏庆忠说，他也在想办法活化老市场，期待吸引年轻人回流，体会传统市场的美好。主妇妈妈们跟市场的摊贩老板像好朋友，也像家人，闲话家常，关心彼此身体健康，是前镇区竹内里的早晨菜市场每天最自然的日常。本来这里菜市场都很多人在卖菜，人少，他就慢慢就摊贩就少了。那我无所谓啊，我买没有经验啊。但还是喜欢来到这边买。对对对，习惯的啊。我六十多年。有十多年这边好，生意很好，以前两边都慢慢的嘛。吴三哥，好人进不了，进不去啊，啊，现在一步一步就退了。在地超过一甲子，竹内里菜市场有着现代百货大卖场，无可取代的温暖人情味，随便一摊都是超过三四十年的老搭。四十年啦。华丽青春。青春拢用人家啦，迄阵啊吼，无几打，十几打，啊，打打打打打打吼，变成五六十大。当初呢，这个地方是人潮非常拥挤，你要进来的话，真的是没有办法骑车，只能用走路的。啊，但是呢，这个大概二十几年来哈，因为一些黄昏市场啊、全联他们兴起嘛哈，所以说呢，这个地方就渐渐没落了。但是呢，也有它的必要性。
不管是想吃豆鞋青菜水果，还是想买整只鸡熬汤，生鲜与肉类应有尽有。尽管走过繁华，谁也没有十多年前来得好。黎明商家还是觉得老地方最好。店长苏庆忠也想办法活化老市场，期待吸引年轻人回流，体验传统市场的美好。如果能够把这个地方把它改成像三盟中街了哈，还有那个 Okinawa 哈，他们的那个黑市场的那个模样哈。是不是能够把它当作一个是一个休闲的，比较休闲的、比较开放的一个市场？这样的慢慢的能够把它火。铁架组合而成的猪肉摊下方就是冷冻柜，仿佛让人回到五六零年代的旧时光。靠着摊车养家活口，尽管孩子大了外出打拼，老板娘说只要老市场还在的一天，就有她的猪肉摊提供新鲜肉品，也继续和竹内里的老顾客把感情。记者吴秉源、罗少君高雄报道。社区里的温馨故事、励志人物、区里花絮、社区营造，所有社区里的大小事都在社区好新闻。继续来关心社区好新闻，带给大家哪些好新闻？口罩实名制上路后，一大堆人都跑到药局报到，一排好几个小时就为了买两片口罩。其实医疗口罩一般健康的人真的不太需要，一位医师就宣导可以自制可换滤材的布口罩。新下里志工妈妈就自制口罩布套，美观又环保，不仅可以每天更换，防护效果也很不错。防范疫情，大人小孩戴口罩成了最普通不过的日常，不过也造成口罩大缺货。新下里志工妈妈想出妙招 DIY 口罩外套，是这样把它拉开啊，拉开照这个尺寸啊。我为什么比较大，就是黄昏是口罩哈，就是买不到嘛，还要排队嘛啊。我们做这个的意思说可以哈，省下哈口罩不重，不用天天换，又是很舒服。戴着我们这个皮肤好像很舒服。缝纫技巧本来就很好的志工妈妈，运用拼布包剩下的棉布，再用医疗口罩当样板拉开到最大面积，剪出纸板大小，就能复制出一个又一个。两边加上一小块魔鬼针，方便口罩取出。最后车缝组合，不到半小时就能做出好看又环保的布口罩。一个摆得两个哪有够啊！就是安尼吼。这个一个口罩可以用三四天，哦，这个还很实用。啊，孙子买啊，找布啊，看你爱什么色的，用什么色来做啊。啊，用棉布嘛，棉布爱透气嘛，不要伊个棉布这密色布无。左营区新校里长黄庆德的服务处平常就提供给志工妈妈做拼布包使用，如今面临医疗口罩数量有限，自制口罩布套不仅可以把口罩留给需要的人，布口罩也方便清洗，一举多得。我们一个礼拜如果有这个外套哈，一个礼拜两片是够用的。现在这个防疫最重要哈，平常，他们都在做这个手工拼布包，现在哈，就专心在做这个口罩外套。目前志工妈妈手做的口罩布套以提供里内选手志工为优先，建议民众可以轻松 DIY， 就算不是裁缝高手，也能到布庄购买喜欢的花样，用针线为自己也为家人去做专属的口罩布套。记者张世明、罗少君高雄报道。喜欢体验社区旅游的民众，提供您大树龙木社区旅游的好景点。地方文史工作者特别推荐在地信仰中心龙安宫，据传里头有百年涌泉打造的龙木井，传奇故事引人入胜。外临近的姑婆寮庄家古厝，具有百年历史的闽式建筑，也是深度旅游必访的景点。远离都会尘嚣，来到高雄市的后花园大树区龙木里地方信仰中心龙安宫，据传里头有村民引泉打造的龙木井，百年来涌泉不绝，吸引各地善男信女到访参拜，祈求平安。原地阮较早是，拢都食迄个大井水，做囡仔食大汉。阮已经嘛是要一家子啊，我本身嘛要60岁啊。
原来早年地方村民生活困难，家户用水必须上山才能取得。为了感念先人刻苦耐劳的精神，后辈子孙特别保护这口井。现在更透过社区营造，纪念这一段饮水思源的故事。今仔大家家家户户嘛，拢有家己种迄地下水，也是讲有自来水，所以这个大井就变作阮莲目井的一个龙目井的在地意象。吼、哦，让所有的人永远记得较早的先民吼，因无遐那迄落方便的用水的时，其实是需要来个家哦打水。深度探访大树区，不能错过的还有超过百年历史的庄家古厝，闽式三合院建筑，墙面彩绘，窗楹书卷，隐喻着对子孙深深的祝福和期许。内底吼，每一笔内底拢看会到阮的祖先对我们庄家后代子孙的期许。哦，就像咱内底有看到，哦，迄个梅树，然后上面画着喜鹊，其实它代表的含义就是喜上眉梢。哦，啊，再来咱的边啊，桂龙的顶管遐哈，有看到了牡丹花，以牡丹，中国象征的就是传统，就观念就是富贵。以出产凤梨和玉荷包闻名的大树区，淳朴的农村富含深厚的人文底蕴。下回来到大树区，别忘了到龙目井和姑婆寮，挖掘更多充满人情味的地方传奇。记者李正道、黄兰君，高雄报道。高雄市老屋改造转型经营的案例，今天我们到哈马星旧街区，看到这一位建筑设计师如何将一栋屋龄超过一甲子的老房子改造成轻食馆和工作室，在日式和洋楼混搭的风格中创造出自己喜欢的老味道，也注入新的活力，更成为当地观光旅游的特色景点。来到哈马星旧街区，映入眼帘的是一间间充满复古风的老房子。其中这间由贸易行改造的二楼建筑，新建在二战之后，屋龄超过60年，原本荒废闲置，却被一位室内设计师相中，筹备2年多，经过团队精心改造，终于将老屋换上缤纷的新装。当初的设计概念是，我们不想要让它老屋就是老屋，我们希望老屋它可以有一个年轻的灵魂啊，或心脏，所以我们在里面的颜色我们用的就比较缤纷，希望它可以年轻化。老屋的一楼改造成轻食馆，一桌桌慕名而来的观光客，他们除了喜爱店里的格局，也对复古的氛围莫名着迷。这家店就看朋友推荐，然后看他的介绍也不错，然后还蛮有特色的。来到二楼的工作室，安静的合适空间收藏着屋主的历史老物和家具，这里成为了青年创业者奋斗圆梦的研发基地。这边刚创业，我也在创业，其实大家一起努力，那个氛围是有点互相勉励的。进来这个建筑会觉得啊，这很漂亮，复古东西，那我们当然希望它继续能保留下去，可能再往下一个100年。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历史的传承，然后它就是一个文化的脉络，它把以前的老人家的生活习惯跟现在做结合，年轻一辈没看过，我觉得这就会让我觉得是好像有做对了一点点的事情。重新上漆的窗台和木门在修补抛光后展现内敛的不凡气质，墙上的老照片引领大家进入时光隧道，领略哈马星美丽的风华。进入老屋品味的不只是美食，还有浓得化不开的历史情感。记者吴秉元、黄兰君，高雄报道。用再来米做的状元糕，很多人听过但不一定吃过。在三明区丰裕里就有对夫妻，因为很喜欢吃状元糕，就选择用状元糕创业，一年下来累积不少喜爱的饕客，也吸引亲子共学团来体验状元糕的制作。小朋友还穿上喜气的状元服，可爱模样让人直呼卡哇伊。倒入满满的再来米粉，再撒上花生粒或芝麻粉，只要蒸上十几秒钟，香 Q 的状元糕就出炉了。刚蒸好香 Q 的状元糕，小朋友可舍不得吃，要先请妈妈尝一口。这是我做的状元糕，请给你。从哪边来？哦，从台中。从台中，因为现在还没开学吗？嗯，还没。嗯，对对对，就刚好有这个机会带他过来。对对对，玩一些体验，然后
不然长大以后就他们就会对这种会感就是没有兴趣。吃到宝贝亲手做的状元糕，甜蜜在心里。受到疫情影响，学校延后开学，亲子共学团就邀集各地妈妈来到位在中都地区的这间状元糕餐车，体验市面上少见的糕点，更穿上小小状元服，敲响智慧锣，带来聪明智慧。是蛮好玩的啊，因为小朋友了解这种东西已经慢慢的在失传了，然后小朋友在了解这个状元糕哦，原来这个就是状元糕。刚好这个环境也很棒，就是不用在马路上，对，还蛮新鲜的，第一次。不想让传统技艺逐渐消失，老板娘黄秀香因为很喜欢吃状元糕，一年前和先生来到三民区丰裕里实现创业梦想，也把传统点心发扬光大，希望有更多人认识状元糕这充满历史典故的小点心，让大家除了更认识我们之外，那也可以就是把这个技艺传承出去，让小朋友更多人了解，因为现在状元糕现在新一代的小朋友都不太了解什么叫做状元糕。很开心就是你那愿意就是提供一些小场地，然后有时间，然后可以让你内的或者是外面的人来尝试这种亲子体验，把握难得的机会，小朋友在业者协助下各个神情专注，期待吃到自己做的状元糕。不止如此，还有 DIY 状元帽，小小孩忙得停不下来，家长更是忙得用摄影机手机记录过程，赶在开学前为宝贝留下满满欢乐时光。小小状元爱吃状元糕。记者李嘉龙、罗少君高雄报道。现在职场有越来越多的斜杠青年，他们拥有多重的职业，并且创造多元的收入，乐于分享，投入兴趣学习，成为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士。今天要介绍的这一位是在劳工局担任就业课程讲师的艺术家陈宇琛，因为本身对艺术创作的热爱，希望充分利用他的专业技能，协助学员培养一技之长，也让生活空间充满美感。原本单调纯白色的瓷盘，经过艺术家陈于真的巧妙构图，利用低温陶瓷彩绘技术，将高雄的特色景点爱河以及大船入港的景致生动描绘，希望透过推广成为具有在地性的文创艺术商品。我发现这个成功率非常高，而且我想如果说我们台湾一直在推广文创产业，那我们要怎么样把我们的在地的文化的元素推出去，那都是融入了我们高雄在地文化的特色或者是风景这样。不同于蝶谷巴特的转印图样，低温陶瓷彩绘同样可以展现缤纷饱满的色彩之外，更多了客制化的独特性，还可以广泛的在石器和茶具上创作，增添器具的艺术美感。设计了一些我们高雄的爱河啊，或者是高雄港的彩盘嘛啊。那我有一些，比如说外国的朋友来啊，送给他们，真的是觉得是比任何什么名牌的都还更有价值、更有意义啊，而且是非常具有纪念性的。因为喜欢艺术创作，不断进修增进学术技能。曾经担任过媒体记者的陈于真，也在转换跑道之后，除了经营美术工作室，也担任就业训练班的讲师，并且开设多元媒体行销的课程。每天工作满档，却乐在其中，是名副其实的斜杠青年。那我在年轻的时候，就是从事这个手工艺、绘画、彩绘方面的学习。后来我发现我的这个学历不足的时候，我又再去高雄市立空中大学，我把它补足了我大学学历，鼓励我的学员说，学历其实有时候只是一部分，那你不足的时候你赶快去补足，那你在你需要年轻的时候，尽量多方面你能够学到什么，就要么就把它学到会，不要半途而废，那等到十年二十年后就是你收获的时候了。工作室里挂满了他的工作成就，每一张证书都是他的职场履历。陈于真希望透过自己的经验跟大家分享职场斜杠青年的经营哲学，也能充实自己，更有自信。记者王思武、黄兰君高雄报道。以上是今天的社区好新闻，感谢您的收看，也祝福观众朋友天天都有好心情。我是罗少君，我们下次再会。
木头是一种会呼吸、有记忆的材质。我们在老屋拆除下来的木料中，寻找属于记忆的独特纹理，透过年轻的双手，连接起过去与现在的心。看见在地人的心，千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用心。最高啊，那亲像伫咧过生活，简简单单，一点嘛袂复杂。不过，那是有用心，同款嘛会做出让人感动的好滋味。看见在地人的心，千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用心。自从接下爸爸的牧场，我不断尝试各种方法，让更多人接受羊奶。我相信，只要坚持，一定可以让大家都敢尝试这最在地的好滋味。看见在地人的心，千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用心。要将一块平凡的茶壶刻出一身红啊，就必须要用心看、细腻做，每一个动作拢袂当颠倒，才会当做出有灵魂的作品。这就